花，花，海嫂，你们回来了，在楼下看见灯亮了吗？哎，接一下，这是这两天的报纸，这狗和油是居委会给大福的生日礼物。谢谢。又让我站门口啊？你看我都糊涂了。哎，你不是多玩几天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改主意了。啊，关门进人的。
什么味儿？臭烘烘的。没。你眼镜呢？喂，怎么了？你这木呆呆的你。哟，这海螺还有长成这样的，你看看，上哪儿了？你们这是？大福。陈一浩。你一动一下也不行啊，臭小子。你们回来了，别拿你家钥匙了，仔细检查检查，别丢东西啊。怎么会？你说说你这人，交代我七天过来照应一眼，你早说能提前回来，我就先过来给你收拾收拾。大福啊，嗯，爸带你上哪玩去了啊？去大海。上大海干嘛去了？跟你爸身上弄的，大福饿了。你家里有吃的吗？还有鸡蛋呢。光吃鸡蛋？嗯。哎，你是不是又带大福看病去了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人民医院有个周大夫打我那儿电话找你，说你手机关机了。哦。他说什么了？那倒也没说什么。哎，我听那人说话挺温柔的，是不是人长得也漂亮啊？大福啊，那绳子是不是你解的？你是不是不想跟爸爸一起走？不想跟爸爸一起走。爸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不想跟我走是不是？不想跟我走是不是？哎，大福，别重复，你不走，爸走了，谁来管你啊？谁来管你啊？大福啊，这狗不放在电视上啊。哎，大福，大福你在哪儿啊？爸找不到你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大福，有肉吃啊。大福，在凉台上啊。这都是水，你当我这一池子鱼是带鱼啊？这万一漏了电，我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，别稀了马虎的，查仔细点，带备用线了吗？也不错啊。你猪脑子你。唐总，
我来吧。不是看在你是老员工的份上，平白无故去旅游，啊，这个金融危机了，靠你拉动内需啊！对不起，又带大福看病去了吧？不是，啊，我真去旅游了。天哪，你们家大福啊，那根本就是条鱼。是啊，投错胎成了人，所以孤独症呢。哎，进旺季了，游客多，我打算在开场的时候加一场喂鱼，你跟大福说一声，换个时间游啊。啊，你没事吧？大福啊，爸说了多少次了，电视上不能放狗。这信封别乱动，要放在抽屉里。大福啊，明天不游泳了啊，听到没有？听到。哎，上午不游了啊，大福真乖。大福真乖。小菊起来。嗯，爸爸挠痒痒。举起来。爸爸抓痒痒。大福把手举好。睡吧，大福。嗯。想游泳。想游泳，不行。想游泳，不行，不行。哎，大福真乖。哎，想游。大福乖，回家给你炒三个鸡蛋啊。嗯。老王，老王，这里是灯憋了，我过去看看。哎，是来了。嗯。想游泳。好，站起来了，不到。
你个混蛋，给我回来！你吓死我了！回来！大夫，臭小子，这臭小子！大福啊，见的刘校长要问你好。大问好。哎，大福真乖。见刘校长要问你好。大福啊，大福，跟爸上来。哇，刘校长，刘校长，大福校长不在。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慢点啊，大福！大福，你怎么乱跑啊？乱跑？对不起，我们是来找刘校长的。哦，刘校长去年就退休了，现在我负责。我姓冯啊，您是冯校长？我姓王，我叫王新成，是我儿子大福。啊，大福你好，我是冯老师。冯校长跟你握手呢，快点。你好，你好。大福是孤独症吧？是啊，两三岁的时候发现不对劲儿，当地的医院说是弱智，我们就送了北京的大医院，结果查出来是孤独症，然后就一直在咱这边上学。八岁过来的，老家没学校收，打听了很久才知道咱这学校收孤独症，我就带大福搬过来了。要不是刘校长和学校，大福根本到不了今天这程度。他来的时候什么话都不听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对了，刘校长最近还好吧？去年中风了，现在好像让闺女接到北京去照顾了。是。你们这次来学校，冯校长，我想把大福再送回来，再送回来。嗯。培植学校是教育机构，国家规定义务教育是九年，有残障的孩子也一样。大福看上去，肯定不只有十六岁了。21了，刚过完生日。您看这个，肝癌晚期，这是真的？我怎么能拿这事开玩笑啊？大福7岁的时候啊，他妈意外走了。我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如果我也走了，这大福待在哪儿啊？这样，我会把你的情况向上面反映，不过让学校来收养还是不太现实。要不你去问福利院，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他们应该管。陈一浩，哎，来嫂，哎，您这把这个，把那个搬到那边。啊，是啊。大福，以后来给陈一打工吧，我看谁也没你规矩的好。不想。又坏了。接受吧。生日啤酒不用给钱了，算是给大福的工钱，沾染大福的光。谢了，我已经戒了。怎么了？健康生活，
为大福多活几天。到。这我得拿回去修。大福是自己开。哎，往右。哎，大福真聪明。看着，看着。哎，把它挂好。哎，大福真乖。大福啊，这狗不放在电视上啊。哎，大福啊，你先吃个苹果吧，爸一会儿给你做饭。大福啊，大福，嗯，来，今天自己炒鸡蛋，嗯，自己炒鸡蛋，大福，嗯，先拿个鸡蛋，鸡蛋，哎，真乖，来，磕啊，轻轻的磕，大福，敲在这里，自己敲，嗯，磕，嗯，哎，大福真棒，哎，来，自己拿一个。大福，自己磕一下。嗯。大福，你要不要吃早饭呢？要吃。打了才有的吃。嗯。自己磕。真乖，大福。嗯。刚才怎么说的呢？买东西要给钱。把孩子给吓的，你真是来来去去跟自个儿家一样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到了商店呢，不能随便拿东西。你要的话，应当怎么样啊？
你看怎么样？要买。哎，大夫真乖。拿什么买呀、啊？拿什么买呀、啊？拿什么买呀、啊？钱。大夫真聪明。你看，要买什么？买什么呀？要买？要买？我要买冰箱。你瞅瞅你，你瞅你把孩子逼，好好的，你叫我什么劲呢？来来来，大福啊，这个是100块钱，这个很大，可以买很多东西。那你告诉我哪个最小啊？大福，哪个是最小的？哎，大福真乖，我们大福就是聪明。大福啊，如果买1斤鸡蛋3块钱，用哪个买呀、啊？哎，大福，学完了再吃。1斤鸡蛋3块钱，用哪个买呀、啊？这个也行。如果买一台风扇的话，120块钱，用哪个买呀、啊？大福，这个够吗？大福，你看看。哎，大福，你干嘛？哎呦，唐总您来了，太谢谢您了。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演出场地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卖力气，好好给您热场的。魏团长，你真是客气了。你这，咱们两家就是互相的捧场。是是是，啊、我们应该的。唐总，哎，正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那这是魏团长、哎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们这儿的老王，我这儿啊，那水啊、电啊，全归他管。这你将来要拉个电、要个水什么的，你就跟他说。下午想请个假，啊，啊，想请个假。大福，大福走了。哎，大福。我们福利院只要接受医院或者公安机关认定的社会上孤残遗弃儿童，基本上不对家庭服务。亲，雅琪，西关啊！哎，大福，大福，哎，吃吧，吃吧。大福，快点说谢谢。不客气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慢点吃。你都看到了，我们只接受未成年儿童，要不。街上有残障的成年人都到我们这儿生活，我们肯定负担不了。哎，您看那个是不是大点儿啊？啊，乐乐还不到满月就来我们这儿了，脑瘫是孤儿。哎，您看，我很快就死了，这个大福他也就成了孤儿了。你看这样成了吧？
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别瞒了，脸上新的幌子都挂出来了。有什么事儿说出来，说不定帮衬一下就过去了。您是不是关爱中心呢？哎，您好您好。哎，我想问您那儿收不收孤独症啊？哦，我知道那儿不归您管。哎，不过喂，我儿子很聪明的。哎，啊，那您出差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什么年龄不是问题。我大夫，到家了，用什么开门呢？用钥匙。哎，真聪明。钥匙在哪里呀？钥匙在哪里呀？别重复，钥匙在哪儿呢？钥匙在脖子里。哎，真棒，去开门。王新成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事儿。你这怎么了？人民医院的周大夫在我那儿等了你两个多小时，这他给你的药，说不要钱。没事儿。真就没地方收了吗？我还就不信了我。能问的我都问了，孤儿院嫌他大，养老院又嫌他小。咱们再上网看看。大夫16岁的时候从培智学校出来，我就想给他找个有专人照顾训练的地方，没法子，所以他天天跟着我。那保险公司什么的管不管呀？保险公司啊，不接纳残障啊、智障人的投保。国家社保也暂时不管这一块儿，这我都打听过了。那真要把大福送在什么孤儿院的门口，我想他们也不会不收吧？那万一人家真的不收呢？又或者收了，能不能养他一辈子？
就算养了，能不能让他过好日子，这我走前心里都没谱。老王，周大夫也就那么一说，这大夫总是把最严重的后果告诉你。你说什么叫三四个月呀、啊、那这好好的一个人结结实实的，那说没就没了。真要退一万步说，要是真有那一天，大夫我给你带着。再过两年，你也得嫁人呢，你还能带大夫一辈子？我谁也不嫁。天下男人，我就看着你好。哎，大福，小心烫着啊！给我的，算了，你看吧。我和大福走了，有几件事要拜托。王新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与其我走了，大福没人管受罪，还不如我带他一起走了放心。上回你们不是去旅游啊？我们回老家了。大福水性好，随他妈。我们大福阎王爷都带不走，我想着天底下总有他块地儿。老王，老王，快去看看你们家大福，大福怎么了？大福，大福，你把球给我，给我们大福，把球给我，我们也需要朋友的。你们别吵行不行啊？你吓到他了。大福，你把球给我，别跟他啰嗦了，把球给我。大福，已经去人找了。也没人去找，赶紧要我呀！哎，大福，哎，老王，你管着你儿子。大福，大福。把球给我，该我上场了。大福乖啊，大福乖，这是你这是，这都到了。哎，大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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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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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福。大福，老王行吗？老王。是吧？大福，给我的吗？大福，等等，大福，我睡醒，我爸妈就走了。我奶奶说，他们去大海的另一边了，但
我就再也没看见过他们。我奶奶管我叫灵儿。她说啊，我戴上这个，走到哪儿她都听得见我。我奶奶就在那儿。大福，我奶奶住在那儿。你郭兄长啊，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啊，大福？有什么好笑？你笑什么？医生，不用了。我想还是您说的对，我们大夫可能真的不适合这儿。再谢谢您了，太麻烦了啊。没关系。没事，去去去，大夫。刘校长。刘校长，来，嘿，大福啊，以后就住这儿了啊，这就是家了，知道不知道？你家呢？哎，大福真聪明。以后睡觉前呢，别忘了刷牙啊。谢您，老院长。你可真是的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也得来找我的呀。我听说您身体不好，所以就……行了，我们大福啊，就交给你了啊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谢谢您。我们这儿是民办机构，刚成立不久，条件挺艰苦的，不知道大福能不能适应。老院长带了大福九年。他找的地方一定没错。不习惯是不是？自从大福他妈走了以后啊，只是头一次不用操心，是有点不习惯。其实孤独症也挺好的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不用惦着。我走的时候啊，大福一点不舍的样子都没有。你应该知道啊，大福不会像正常人一样去表达感情的。我也没指望大福给我斟茶倒水什么的，他现在能这样挺好，挺好，我知足。
可来了，快快快！下午还好，到了傍晚就开始咳嗽了。我们的老师怎么安慰都不行。大夫，怎么了？大夫，大夫，怎么了？大夫，大夫，没事，没事。我们是按您嘱咐做的，可是大夫不让我们碰他。啊，嗯，没事的啊。大夫睡了啊，爸爸走，爸爸不走。陈一航，这就走了？是啊，大福我从小带大的，家里面突然一个人不习惯，我过去陪陪他。给你的，你那个修不好，买个新的。常打电话回来，省得我老挂着你们。大福对谁呀、啊、都是个福的，我是他爸，赶上了没办法。要是在一起，我觉得对别人是个拖累，这心里头过不去。有你这话就行了，要不我还以为你看不上我。哪能啊，大福。嗯，有空常回来帮柴姨摆货架啊。摆货架。大福走了，我们。大福，你看，这是长袖、短袖、裤子、袜子。嗯，再看这边，长袖外衣、短袖裤子啊。嗯，我们把它按顺序摆进去啊。这个是长袖，还有哪个是长袖啊？长袖。哎，老王，大福，这个床窄啊，应该能放得下吧？哎，等我推一下。
刚好。好，好，把这个铺上吧。你住在这儿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，尽管跟我说。这个是大福的出生证，还有存折。原本我以为我工作到60，退休攒够了钱，够养大福的了。现在。老汪，你放心，只要我们这儿能存活一天，我就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大福的。放心吧，啊，这个出生证以后我会替你保管的，钱你自己收好啊。我还放这儿吧。啊，那你们先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哦。老王，认识你这个父亲是我的荣幸。大福啊，有一天爸爸不陪你了，你会想我的，是吧？你会想我的，是吧？我会想你的。会想你的。这条路叫丰收路。丰收路。走到底呢就是汽车站了。别墅。两边要看啊，完了我们再过马路。上东路。大福。看。哎，我们上车也在这里。下车也在这里。上东路。哎，真聪明。大福啊，以后就自己脱衣服了啊。哎，这个手，这个手，往上一拽，往上，哎，就过来了。嘿，大福真棒，拿一个鸡蛋放在里边，哎，放里头，大福，放里头，哎，把它盖起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大福，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船上，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，大福啊，今天自己回家行吗？行。上东路到了，没有人下车啊？有。后面有人下车，前面有吗？哎，有人下车！下车，你们说，长什么呢？问个好几遍。
哎，有人不知道你在问他吗？上东路到了，有没人下车啊？没有走了？上东路到了，有没人下车啊？前面有没有？后面有没有？没有走了？上东路到了，有没人下车啊？大福啊，大福，大福，你听到上东路到了，就说下车。人家不看着你啊，也是在问你呢，记住了吗？记住。哎，真聪明。嗯。上东路到了，有没人下车啊？前面有没有啊？后面有没有啊？没有，就走了。上东路，有没有人下车呀？是。哎，真棒！大声点，我下，我下，我下。上东路有没有人下车呀？我下。我下，真棒，大福，儿子，吃眼啊！来，来，大福自己来，把水挤出来。嘿呀，大福真棒！好，顺着往下拖啊！大福，两个手，两个手，大福，哎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两个手啊！记住，两个手，这样，啊。两个手托，大福，要这样擦啊！一定要记住这样横着擦，快点，快点，横着擦。大福，你这样擦脚印你就走回去了。你要这样擦嘛，你擦了以后脚印儿，你看把自己的脚印都擦掉了，这样擦擦擦擦，你看着你看着，把脚这样擦掉了吗？擦擦擦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这么点事你都记不住啊？以后不要来海洋馆了。唐总，哎，老婆，
休息两天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大福，游泳呢？可能吧，这孩子。你说大福，他要没那什么，我立马答应。可他现在这样，上回差点出事对吧？上回那事儿不怪他，怪我。我那时候心不在焉，大意了。大福这孩子平时特听话，哎，我保证以后真的不会再发生了。唐总，要不您试试给他做个清洁工什么的，这孩子认理儿，一旦学会了绝不会偷懒。哎，不信您去抽查他，我保证他比别人做得好。真的，老王，这不是清洁工的问题。大福，大福，嗯，以后这个电话响是玲玲打给你的，你要接电话知道吗？嗯，大福，嗯，电话是不是响了？嗯，大福，嗯，你看着我，以后这个电话响要接电话知道吗？是玲玲打给你的，啊、嗯。大福，来接电话。大福，嗯，大福，听见了吗？大福，大福，你听见了吗？是玲玲啊。大福，你听见了吗？吃饭了。
哎，有皇冠，有。大夫，喝点水。大福，该回家了。大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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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王，大福了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大福不见了。有人看见大福了吗？大福，他要是回来，马上通知我。所长，所长，大福也不在上面。接着找。哎。要是能回来，我就给你打电话啊！慢点儿。哎，大福在那儿。大福，大福，大福，把鸡蛋带上，大福爱吃。谢谢。回来取东西啊？嗯。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有地方能收留大福，不是已经很好了吗？是。可有些事儿，我还是想让大福弄明白，要不我不放心。鸡蛋别给钱啊，小心我给你急。这个是张照片，到时候放那盒上。这有点钱，别买太贵的，贵了也没用。不是好好的吗？这还照片我拿着，其他的事儿你。大福，你看，海龟的寿命啊是最长的了。嗯，爸爸过两天就变成这个海龟了。大福，你看，嗯。
你不用担心，没人陪你啊，爸爸整天都陪着你。哎，你看你看，这个是老爸，这个是你啊。嗯，老爸。哎，我就来陪着你游泳啊。哎，你要跟着老爸来游啊。哎，我是海龟，是大海龟，你看。大伯，爸爸是海龟呀、啊，你看呐、啊，爸爸是海龟呀、啊，大伯你看。大伯，海龟来了！大伯，海龟来了！爸爸想不想海龟呀、啊？这身体，你还游泳，还装乌龟，你不要命了啊？没事，别游了。你不是说，大福他妈就是在游泳的时候出的意外吗？你现在的身体，不是我说不好听的话，你更容易出意外。我没事儿，大福他妈的意外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行了吧。大福他妈水性特别好，是你说的吧？切！说实话，我到现在也不相信大福他妈会在水里出意外。什么意思啊？大福他妈从小特别爱他，每天都抱着他，拉着他。在水里跑来跑去的，后来呀，查出大福有病了，他妈一直面对不了，我也没怪他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这种事儿。
谭副长，监护人这后面把我的名字也加上吧，往后大福跟以前一样，白天就在我那儿。那谢谢。来，给您上，谢谢。大福起来了，小雅，别急，让他自己来。2块钱包子。2块钱的哈。稍等。3两的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下，大福啊，你要记住，爸爸就是那个海龟。
有啊。